怎么只是了？刚好 TP 在墙壁里面，你就这样子啊？好，结果一下，看一下你们的坐标在哪里啊？这个什么？充能赛特石哦，你也拿到了，神拿到鬼砖附近不就有青苔石吗？啊，对呢。可是我想要种那个啊，种那个藤蔓。哇，我们伺服器全部都在这边来。哦，没是有吗？吧？还有很有多啊，人没上。小柯，没有，小柯是离线了，离线了，他离线，都在这边了。所以我们要挖爆200次吗？那个也是 Tinker 的吗？哦，你说谁？月啊，月，的你我装的备就是好黑曜石膏啊。雨月那是 Tinker 的啊，我来挖吧，我挖比较快。好，我总觉得你那我要去挖黑曜石的整件。超过好多进度了，不好等下，爬。屯屯，你黑曜石东西是用挖的哦？啊，对啊，你其实可以用水跟岩浆混合。哦，这好像蛮聪我明的，刚刚就没是有这想样到。来的。那我就啊，要然捞后捞水，刚捞没有，你岩可浆。以去拿那个桶子，就是繁星家有一个可以装岩浆桶的，阿进，你有没有觉得没吸到多哦，少东西它可啊？以装大概14桶。你身上是有你铁说啊？啊，我身上都是铁制的装备啊。这都吸在你身上了吗？是啊，所以你们不觉得都没吸到什么东西吗？有啊。哎 谁的石头搞在我身上啊？我扔掉的哎，是不吧？是有点卡卡的啊？刚刚是不是有点卡卡的？他卡的，对啊，就掉。超过200次了吧？有啊，超过会了。觉得超你身过，然上后石我爆枪了啊，我帮你吸一超下过好两百了啊。次。嗯。哎，他自己趁着音乐就可以吸了啦。我要吸，我要吸。趁着我。哦。杜鱼。你？哎，杜鱼。为什么会有毒？有吸到，会吸到，有吸到，有吸到。哎，嗯，有些太掉到我这啦，走开！吸不到，雨月挖快休息一个，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太慢了，快一点，快一点，快！没了，挖完了，最没后好像变了，成一些铁粒吧？嗯，爆了欸，哎，爆掉了，没我爆了，了，没有啦，我放的啦，自己放的啦，哇，那这个点没没用了，拔掉，了，没用了，这点被可拆以掉删了。掉了。好吧，可以走了。他还是有爆掉的一些，干嘛封住？马西，马西，可以，那我高们一点。起碰他们，叫 他们直接传走。我那边有大矿坑，我直接去挖矿就好，这矿还你。哼，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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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铁我都有你怎么不留去我下来，要家？预我计是当给不繁够星啊。挖的。哦，对，现在是飞跑回来，你身上结不果是繁满星了？都不知道。对啊，你去我家啦。你家在哪里啊？我要来来 TPA 了吗？来，来 TPA 我。二黑曜石二，好 TPA，这边放这边，你放这边。我在哪边？在这边。放。我被人按错了。退出游戏，哇，好哈哈，生你气要啊！等5分钟十啦。分钟。啊哈哈，啊去哈吧！哈哈哈！我是不是开起来就是差不多我要关台了？开起来关差不台，多哦。开上线关台不好吗？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玩？好了好了，我开上线了。等一下还有一些宝石类的，你要放哪边这啊？里这里这里，先放这里好了。这里，哦。我如果现在跳到繁星的那个里面，他应该会很生气气。不会啊，繁星那个里面，剩一点点血在里面，就会有血在里面，会很乱啊。不会啊，我可以捞掉，不是吗？钻石是我原本挖到的，还是你的？我算了，没有给你钻好了。石，好好啊。我很诚实，所以你要给我吗？哇，你看诚实就有东西拿哇，哎、欸。如果把米丢到里面会怎么样？你想干嘛啦？你不要玩坏别人的熔不炉好不好？是，我只很好奇而已。啊，你家在哪里啊？我们去玩你的熔炉。他说那边，他说在那边，他说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啊！他说那座哦，山，还有他家，乱丢。好了，也是要丢我的，也是可以啦。装僵尸。不是蛮好的。你家在哪里啊？那你们走啦。好，哎，还是妈妈桶。啊，没事，我们改天再来挖一条路吧。哇，可以，你主要挖那个 hold 住 B 的那个路吗？hold 住 B，hold 住 B。青金，青金啊，麦可以搞。你们这坐标多少啊？
没有，我在跟在团团的后面再过去。啊、走身边会比较好走。你们家的坐标多少啊？啊，我问你写在表单上了，其实。四分友。啊。走。我看一下，我跟你们家搞不好很近。喂。在群组的那个。走。还有300多格，哎呦！你这会连高度都打上去了。走走。嗷！撞到。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中中介珍珠吧，不是也要有办法中吗？他今天不是在中了吗？对啊，对啊。中我看他现在还没长出，他要长很久。他还是一开始的那个样子哎，都已经开两个小时哎。你是不是都没待在他旁边呀、啊？我都在旁边啊。哦，他是说记得那个要好那个要好几个小时才会长好。嗯，好、啊，那长出来你拿了可以拿多少？一颗，然后之后又要再等好几个小时。对，所以不如直接去打安德，直接打安德比较快吧？天哪，对啊，快很多啊！你家哇，你盖家了哦？对啊，我已经盖完了。欠烧。哇哇，还不跳到他炉子里面耶！不要这样啊！哎、欸，为什么史莱姆在这里？因为我装备的关系。为什么你装备有史莱姆啊？他因为我用史莱姆球做的啊，他好像是有机会会产生史莱姆。哦，你是受伤的时候吗？嗯，所以我要丢腐肉进去吗？丢腐肉也变成血哦，我记得。哎、欸，他跑去哪了？下去啦、啊！我看到下去了、欸欸。啊，成分有吗？没有啊，所以要下去吸他。哎，跑出来了，他自己掉出来。嗯我要下去了，我下去了，下去了，跳！怎么想跳？哎、欸，丢史莱姆下去会变什么？哎、欸，吸到，现在吸到你。嗯，别的炉子特别好跳，你们不知道吗？欸、你这好漂亮哦！这是拔，你这是敲来的啊？啊，这个是敲来的、啊、哦，这个两个是敲来的，这两个是从外面很神秘的东西。古代灯笼，我有遇到古代的那个傀儡，我有遇到，我整个我说好、啊，这什么鬼？然后都他好难打哦。杰克啊，这怎么倒岩浆跟水进去啊？我那个时候只有十从那个你不是会取出岩，就是取出液体的地方，从那边进去。啊，从那边去。对，他不是有好几个方向吗？这可以怎样？我看一下你的彩好了。哦，看到了，看到了。哦。不是直接丢进去啊。嗯。哦。你这样子这边就没有效果、啊、这一层没效果啊。没有，因为我刚刚是没收集完啊、哦。就是我的那个弄到一半然后我就先关掉了。哦。所以你是要产生史莱姆用他的装备来修装、啊。产生史莱姆用他的装备来修装。用他的掉入来修装。我的装备会自动修复啊。用木头做的啊。木头，我的装备有铁，我的装备有铁的成分加木头加史莱姆。哦，好猛啊，好环保哦。哎、哦欸，你没有想说要加那个、哦，还是装备不能加什么草？装备加的东西还不太一样。哦，只是你这样就看起来就像树人。哦，对，树人。你要不要跳下去这看看啊，环境？我跳过啊，会飘起来不是吗？哦、还想跳、啊、会飘起来啊，然后还会上，还会受伤一下。啊、哦，我觉得我读完就真的差不多了。我家往那边吗？你家吗？哎，家应该是往对啊，往那边、啊。好，我回家。哇，你们都离我好远哦！我的是负1000多，你走太远了、啊欸，太远了啦！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你找那么远，我才想说，哈，原来可以找这么远哦。可以啊，不一定要找附近啊。我想说我就那个，就不要太夸张一点。因为反正就是之后假如要流通的话，就是还是有那个传送石碑可以用啊。或者你看 TP 来 TP 去，我想说住近一点，就是、比较可以互相看到，比较不寂寞。我也是这样想啊。其实就可以有模组嘛，可以传送嘛，还好啊、嗯，就要过去也很方便啦。而且你离远一点的话，矿物比较不会互相冲到啊，就像团团去挖。哎呀，哎呀，
很很想要有喝醋冰啊、哦。对啊，我要喝醋冰可以伤害一下。你有喝醋冰的矿物可以拿？哎、欸，不一定啊、哦，我搞不好还可以蹭你的流量哦。什么鬼？互相蹭一下哦。对啊，蹭你的流量。鸡。哎呦，盯了，居然还有六分钟。我看了，你那个剑是一般的剑、欸。掉金苹果。为什么啊？掉金苹果。枯工。为什么枯工会掉金苹果？太帅了吧！太屌了吧！我第一次看到哎、欸。嗯。云月里我讲千格，团里我一千七。你们走到那么远呐、啊？你干嘛那么远？这样子才不会抢到矿物哦。那我才是最边缘的那个啊！大家都一个比一个边呢、欸，真的。等一下，粉星，你家在哪？家跳啊，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我在看着歌树，想中。从黑森林过去就在旁边了吧？对啊，你就沿着黑森林走啊。哦。我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模组包也有异次元，之后可以去看一下。啊、我看到之后就组队一起出发、啊。我是听说那个异次元，这个异次元的怪好像都很强，所以我们要等到我们的模组都研究差不多之后，才能组队去啊。对啊，我可以去当侦察兵偷看一下，然后就回来，然后跟你们讲。剧透、啊，因为。没有啦，因为我发现我主要玩的那一个好像都一定要护走到外面。这个不要打哦，拜托用剑。右键点那棵树，点那棵树叶，右键点树叶。啊？你知道是什么吗？怎样啦？看一下你手上的东西啦。啊，就甩呀而已。啊，就甩呀。这么喜欢好吃好吃好吃。哦，离小特别就近，所以这个是你原本这个原本就在这的吗？原本在这边的啊，我不想打掉。哦，不要打掉，不要打掉。对啊，只想你有试过把这个蜂巢打掉吗？啊、我之后要做那个捕蜂的网子，打掉才会有东西。啊，我是直接把它打掉，然后我就被咬了。很真实的话，很真实啊，把它加回来，听起来蛮正常的啊。哦，所以刚刚是特殊枯工哦，难怪我刚刚被射一箭，马上饿了，被射一箭马上啊，我好饿啊，想吃东西了。哎，你们的那个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哎，我打史莱姆还是你们的营养素有一个那个什么水果那个有吃到满的吗？快了，我的是满的啊，快满。所以是因为那个满的关系，还会多两颗星，是不是？对对对对，是，对。哦、欸，其实只要 90% 以上就有效果了。原来如此。哎、欸，嗯嗯。那如果归零会怎么样？说不定有负面效果。嗯、哦，这你也不知道。这因为我是第一次玩这种阴沉军团的，大麻两颗就可以收了这个、哦。嗯，我现在。小麦那一个跟牛奶那一个都剩三十，关系三十，对啊，三十，30%，亚麻纤维，好像最低就30%，不会吧？没有吧？应该还会再低吧？嗯都在种，可是你要不要盖家啊？我不要盖家、啊，为什么？我玩游戏不盖家的、欸，盖一下啦，想干嘛？没有啊，没干嘛，只是看到面就要怂恿他开家。没有啊，我家有啊，在山洞里面啊，有啊。我山洞里啊，开家的呢，知道吗？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破坏我的树？啊，你不是要往上跳，我帮你破坏掉啊。哎、欸，我是没电了、啊。哎、欸，真的哎、欸，没电了。还是我不能二段跳了。稿子，我看一下。稿子有钱啊？我看一下。你们说你们稿子是用纸来做 是？中间连接的部分。手把啦。啊，手把用纸。为什么中间呢？可以强化，多强化一次。你的鞋子是没电了，真的。没关系。你对着它点 shift， 你就会看得到了。他记得我是听有人说，好像手把不知道手把还是连接什么用木头鬼的。木把柄用木头。嗯，用木头，它中间连接纸，连接用纸，是连接用纸哦。嗯，可以多一个那个强化次数，就可以带4颗青金石喽。
吧，红石喽，就会超快速，可以挖得很快，有很多酸亚喽。啊！干嘛？没事。可能就没开啊。没有啊，没开。为什么？我是看到那个杰克说